大队侦八队，我们在今年的三月间查获了邱宰贩毒集团之后，立即做原侦追查，他这个上游贩毒集团，就是我们这次抓到这个阿朗，我们在了解了之后，我们与宝山第二大队高雄侦查分队以及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屏东分局共组专业小组，并且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在当中我们了解这个绰号阿朗，其实他都是一直以一个破旧的一个猪舍里面有圈养着小狗，借此作为贩毒的据点，在万丹地区来贩毒牟利。期间我们在跟监当中，我们发现了他的女朋友都骑乘机车在这个猪舍是在协助疑似协助贩毒因此我们发现了这个公寓的这个部分其实它这个部分是居民都很单纯，但是就是经常的一个出入的一个状况我们跟监搜证也很困难因此我们反向思考利用日前绵绵大雨之际，我们跟监他的女友因为他女朋友穿雨衣骑乘机车跟着他回住处的时候，才循着他雨衣落下来的这个雨滴所以我们才确认他的住处因此我们立即申请搜索调来执行在我们昨天早上执行的一个状况我们先在猪舍控制他的女朋友，我们先了解阿郎他住处的一个现况把攻坚的危险性降到最低在我们准备破门攻坚的那一刹那刚好阿郎刚也要开门要出来因此我们也立即用警力来压制他现场我们有查扣块状的毒品海洛因有八包手机以及电子磅秤以及贩毒赃款现金有43万左右全案以毒品违法之条例来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借此我们呼吁民众毒品危害社会治安甚巨如果我们在住处邻里间有发现出入复杂或者是我们闻有烧塑胶的味道，这个可能是吸食非他命或者是猫尿的异味，这个可能是吸食安非他命请立即拨打110报案。